嘅爱，神嘅能力更多喺我哋里面。呢度讲咗诗歌所讲到多爱多能力，系讲到神嘅爱、神嘅能力更多喺我哋生命里面，神嘅恩典更多喺我哋里面。当一个人咧里面咧好似完全充满住神嘅爱嘅时候咧，佢就充满能力。
呢個密切關係，我哋真係多謝你，我哋由心底去回應神啊，有你真好啊！因為你，我哋可以享受神；因為你，我哋可以翻到神嗰度，我哋可以享受今生，可以有力量，真好啊！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！哈利路亞，哦，多謝天父，主啊，有你真好，我做耶穌講。有你真好，有你真好，有你真好啊！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利路亚，有耶稣真轻松，有耶稣真无重担无担子，有耶稣有力量，有耶稣就轻省啦！哈利路亚。帮助我哋安静喺神面前，能够咧安静去等候神，去仰望神，欢喜神。只求因主万面敞开，神会接我生死。心里面永远都不改变，求你帮助我哋心里欢喜，你极度嘅欢喜，你极度嘅喜悦。
唔希望我哋每一个人都成日睇到神嘅美好，成日睇到神就欢喜神，睇到神喺我哋生命中做好多工作，成日吸引我哋，改变我哋，我哋嘅心就好欢喜神，好喜嘅神。神啊，有你真好啊！身上，天门高山更深海，都系神嘅爱倾到我嘅身上。天门高山更深海。
喺神嘅宝座面前，一路歌颂神到永远。Yeah.
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全世界都喜悦你，主啊，愿人所有你的儿女都尊你为圣，所有世人都尊你为圣，愿我们过一生的你，愿你的旨行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神啊，愿你一切行在地上。主幫我們在這個敬拜過程看到在神面前就美麗，在神裡面就有力量，但很多時候人就靠自己，神肯幫助我們時時都是靠你，時時都是親近，時時在你裡面得力，時時享受你，幾咁美好。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讚美耶穌。